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咩，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。日月如梭，白驹过隙，冬去春来，这是我做视频的第几个年头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，我真的是女孩子。今天生日没有蛋糕，但是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炸鸡塔。哇哦，除了炸鸡排以外，还准备了一份牛肉粉，另外加了一份牛肉，番茄炒蛋，哎呦，赶紧。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愿望打在公屏上，好的都会实现。哎呦，这个会爆炸耶！哎呦，还有点烫。哇，大家看看这碗牛肉粉。牛肉粉、炸鸡腿，通通送入我口中。你点赞，我投币，咬定青山不放松。好大块的牛肉哟！番茄炒蛋，这个很醇厚，有家常的味道。油条，一口尝。剩下都是一些小鸡腿、小鸡翅。这个蒜香酱油真的好香，咸口的也不容易腻。配送过来，外面虽然不是很脆，但鸡肉还是很嫩的。
快乐加倍。吃菜了，省得你们总说我不吃菜。剩下还有一丢丢炸鸡，我们把它解决掉。我发现其他店的炸鸡都是小的，就是菜市场可以买到的那种，肯德基里面的鸡就好大一个。一期简简单单的生日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感谢大家这几年的支持和陪伴，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冲冲冲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